这么大，我才戴耳机才听到声音这么真好听好看。这系统要你说的吧。人生难免会有忍不住的泪，我就知道你就说不出来那么有品味的话。从出重围痛了一回再走一回，红尘已经无路可退。男人总不该对生命后悔，冷风吹吹不起野火一堆，心碎自不可收，卸下空心往风里追，苦酒喝下千杯不需要人陪。凡人的智慧，智慧充满怨怼，妈呀，没有一个人亮灯牌，没有一个人脱榜的，我真的太凉了。谢谢汽车，感谢。欢迎高叔，高叔好久不见了，高叔好久不见了，高叔。男人就是不该对生命后悔，冷风吹吹不起野火一堆。欢迎沙漠之王，欢迎新来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他们都说清晰一点的，难道是真的清晰一点了吗？我好像也觉得清晰了一点点，这就唯一我发现，我唯一发现的十三和十二的区别，其他都没区别。十面埋伏，好，下面的糖糖哥送来亲吻。换了一个，没换，就是之前的哎呦，之前十二，内存不够，拍视频老是不够用，拍视频就稍微存一点曲谱啊，存一点视频在里面，他就经常说内存不够，我就索性再买一个。专门做直播，欢迎新来的朋友们，欢迎高叔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之前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神经病，我买了64G，是不是有病？我之前，对呀，我是不是有病？我买了就后悔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能不能换？完了他说我拆开了，不能换了。
你都不要小的，我买不起大的呀，我也想买那个大屏的，我买不起，我还是买的那个小屏的。所以十二和十三就是除了摄像头不一样之外，是外观能见到的外观不一样的，就是摄像头那里不一样，其他的地方就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我也想买大屏的，我就觉得大屏有点太贵了一点，有点舍不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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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之前想的就是那一个也是买来做直播，我就在想，拍几个视频，然后专门只做直播，应该也够用了吧？64，我那时候还没用两天就说内存不够了。好了，好好挣钱吧，争取换一个大屏。知道啊，知道啊。
吗？我吃饭了吗？我吃了。欢迎此方哥哥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每位家人。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。团琴直播间里面人最少的，是的，你算数学的挺好的。今夜你在何方？转过头迎着你的笑脸，心事全最少最少又怎么样呢？最多又怎么样呢？大哥，人的幸福就在我的身旁。跟你有半毛钱关系没？好，我们来一首这个。先点点赞，
出去玩啊，太无聊了。我们俩，朗哥，我有点慌，朗哥，这样吧，我要是能赢，我把它擦了行吗？我感觉我好像赢有点够呛啊。是什么？你是两个嘴角流血。哦，你应该是不能换，但是我感觉我就突然一瞬间这个气场，我就不一定能打赢你。如果有奇迹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这样我赢了我就擦了，然后输了你弹琴吧。行，那我输了呢，那就再换两条呗。好，可以，拜拜。哎，这怎么弄？我感觉他们家人应该挺多的。这怎么弄？哦，他这个不能重新开一局。左小偷。是吗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，狼哥？就一连上他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们家人应该挺多的。多够屁啊！今天，最近已经够凉的了，一开播就被人那人气的够呛。我不晓得现在这些人的嘴长的是干啥的。是有些人真的，他跑到这里来讲一句话，然后他不知道说这些话对别人是一种伤害，真的有些人，说实话，这种人就是没道德，就真的是没道德。来，可以站站榜吗，家人们？可以站站榜吗？对，肯定是偷塔的，不用说，对面肯定是偷塔，因为他家没人。谢谢糖糖哥，谢谢浪迹天涯哥哥，谢谢我们985，感谢贾行僧哥哥，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别人不能罚就不能罚，算了，就别人会说的，会讲你的。
你罚啥来着的？就是嘴角流血啊！你不说再画两刀吗？画哪？你说吧。嗯，算了，不用画，不用画了。我们家哥哥他喜欢，就是总是去对面去给他破了啊。没事，这没有关系，就没有关系。就是有没有条件，有条件的话，那肯定大哥就上了。嗯，我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是那种很喜欢交朋友的。嗯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无所谓，你要这么想，大哥来给你上就是好事啊，对吧？不给你上，对呀、啊，那个啥，我其实有时候，我昨天我还是零票，我真的还希望对面的来给我送个十票。对，其实说实话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对吧？而且他给你上了榜，他给你留了榜之后，就是系统还是会推你的。就是假如哪天万一滑到我们家了呢，对吧？是，就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有一些主播他就觉得，哎呀，你为什么来？怎么的？啊，没事，就算是上也没有关系的。嗯嗯。行，上一那我们就不罚了啊，拜拜。好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嗯，好。我都不知道你一手开车，一手开飞机。就是一手开车，一手开飞机。果然财大气粗。你下次不要去送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别去送了，不能罚就不能罚吧。最近咱们条件是比较有点差，连到的也都是这种，就以后别去送了。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况，好吗？别去了啊，不要去了，真的没必要。你去多了吧，那些票你还不如省着给我。真的，你还不如省着给我。你看，一开播还有人在这里说我的风凉话什么之类的。就是懒得理这些人，我要千把人的事，我要千把人的事儿，就真的分分钟就可以有。是懒得搞，真是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真是受不了他了。唱个什么？弹个什么？过老雕不知道哎。天山两人能天天好运来，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小主人开，大步祝国节，青春风见歌彩，愿祖国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锁屏挂着的，他肯定掉出去啊。你锁屏挂着，他肯定掉出去啊。你锁了屏，我锁了屏，他就自己会退出去的。十五的月亮，看这个看。你不锁屏，他。哎，不也不对，你不要退出那个页面，你退出页面，它就自己会退出去。哎，冰心一片。
我是翘着二郎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翘着二郎腿弹琴的。嗯，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凳子调高了，可以翘着上来。我今天听到有一个、吹笛子的人，他是卖笛子的，然后他在直播间就是各种表演他的那个吹笛子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吹的这首歌好好听，哦，我就想着就是晚上我弹一下这首歌《十五的月亮》。点歌不？你们俩点歌不？也是军歌。Mikey 每次来了就是默默的点赞。好，我们来一个找一个字代替。可以的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在感谢你，就是你每次来了就是话不多，但是一直在帮我。就是点赞和上礼物都是一种支持，我的意思就是你来了你就在帮我，就是默默无闻的帮我。就帮小仙刷刷屏，多说说话，扣扣六六六，然后掌声什么的，然后那个有条件的帮小仙上上礼物，占占榜。就所以说，就是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，但是对于小仙来说，只要是在直播间的，对小仙来讲都是一种支持，都是一种支持，只是支持的大或小而已啊。不论是什么人，我都会感恩，是吧？好。
我重新弹啊，开小差了。同一首歌感觉都会不一样，那每一个人唱同一首歌给人的感觉它也会不一样，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，古筝的特色，弹这首歌就是古筝的一个特色，不能跟这个人唱的这一个去相比，好不好家人们。
好嘞。怎么那么搞笑？这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没有那么高深呢、啊。就比如说要用钢琴去弹这一首曲子，味道又是不一样；用二胡去拉这一首曲子，又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他唱的那个感觉，就比如说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个地方他唱的时候，他是那种很有力量的。但是古筝他弹出来不能够像他就是唱的那么那样子去那个有力量感，因为他的力量可就是他的气息可以可足可弱，但是在古筝上面，总归来说，古筝它是一个弦乐，它不能做到它的爆发力一下子突然很强，不能够。嗯，好。我没有说你不懂，你懂得很、啊，是我肤浅了，我是向大家介绍。想找谁玩？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玩？啊，找一下龙儿吧。好久不见龙儿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在打，在点赞吗？还不接我呢。打 PK， 嗯，好无聊哦。加上我眼睛不怎么舒服，我就有点犯困，就老是感觉就是眼睛睁不开一样的，稍微睁开一点就感觉流眼泪。这个里面最近加了好多好友啊，爽。你好。哎，我们昨天晚上一起玩过是吧？应该没有吧，不太记得了。你昨天谈的《沧海一声笑》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你记性挺好的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混响关一下，我这个糟糕的声卡。好，可以。你别拜拜。啊？人气不错啊，你那边？我人气晚上不太好，我下午人气还可以。我晚上因为晚上很少播。你是下午和晚上播？不，我一般都是下午播。这几天在老家，所以晚上播。嗯嗯，好嘞。那玩啥？玩才艺吗？还是深蹲吧？不玩才艺了，深蹲吧。那过程蹲吧，就过程蹲了，蹲着一直还蹲着。那100票，谁输谁蹲着，不要说话。行，可以。自己给自己挖坑。因为最后就蹲，就搞得跟那些 PK 主播差不多了，要不然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来，我们再说说，就是说过程是蹲在那里是吧？嗯，
然后呢？结局呢？结局谁输了就带特效展示呗。带特效唱展示才艺是吧？嗯，好的，好。那我们过程是从100票开始蹲吧，从100票开始蹲。好，好，行。那我重连哈。因为我是自己挖坑。我也是挖坑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关系，互相挖坑，买更健康。好，只为了大家观赏力能够强一点，嗯是，他们开心就好，他们开心就好。好，闭个麦啊！啊，突然想唱一首《爱的奉献》，爱的奉献，把自己奉献掉。谢谢慕容姐啊，感谢啊。来，我们继续听首歌，好不好？打过程，过程结局都打，就是说咱们雪条要压着走，压着走。感谢我小王哥。我在你身边，你却一直看着天。云飘过，一粒梦，眼中还有泪滴落。我离你很近，却走不进你的心。这打过程就累我们985一个人了。后面朋友能帮忙补点票吗？家人们，帮忙占个榜吗？占个五个榜或者是六个榜好不好，大家帮忙一起占个榜行不行，一起帮忙占个榜好不好，家人们。朋友的一起帮忙占个榜，谢谢大家。过程就不要打了，就把我不用打了，我蹲这把没事，不用打了，没事。其他的家人们，过程其他的家人们帮忙走一走吧。嗯，为什么走过程是为了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已。嗯，我就看着就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哥哥一直在往前冲，我有点不那个。不要打了，过程不要打了，过程不要打了，我蹲着就可以了，没关系的。然后最后如果能赢，咱们就再去赢就好了，不能赢咱们反正是展示才艺。我就是希望就是后面的朋友能帮我占个榜好不好，十个币一百个币帮忙占个榜好吗，家人们。就不要让我家大哥一个人冲了好不好，大家一起帮帮忙，一起帮帮忙好吗。我怕我一站起来呀，他就打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谢逍遥，谢我们985，是不是？我说我一站起来，他就会打过来，所以不要打了，唐唐哥，不用打了，到最后守塔就行了，最后守塔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就中间其他的家人们帮小仙稍微压一点点好吗，稍微压一点点，让我们大哥先继续一下力量吧好吧，我心疼我家大哥。其他大哥能帮下忙吗，亲们，其他大哥能甩甩墨镜点亮，或者是走走什么热气球吗，加油帮忙一下好吗，其他哥哥们，谢谢豪豪，谢谢逍遥，谢谢用户哥，咱们帮一下忙， Thank you， 帮下忙，谢谢。辛苦了唐唐哥，辛苦了。PK 加成当中，现在不要上。PK 加成当中，现在不要上。哦，不对，PK 加成中哦，现在要上。我搞错了，PK 加成中，对，现在要上。走点小礼物吧，家人们，就不要浪费这个加成就可以了。拉不住大哥，大哥。你最后守塔就好了，别搞那么辛苦。最后守塔就可以了，别搞那么辛苦。今天你那心爱的宝马还被人蹭了一下啊，留点钱啊，留点钱。最后守塔就可以了，不要上了。
两位哥哥厉害了，家人们，大家有票的一起守守塔好吗？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守守塔好吧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一起守守塔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，我们榜三、榜四、榜五、榜六一起帮忙守守塔好不好？最后哪怕是帮小仙甩个墨镜，甩个么么哒，都是一种支持好吗？后面的家人。后面的朋友们，浪迹天涯哥哥、贾行森哥哥，大家一起帮帮忙好不好？一起帮一下忙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， 这么多的气球呢，这么多气球呢，谢谢我哥，辛苦。985哥哥，辛苦我们彤彤哥，谢谢我们逍遥，感谢我们用户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拉都拉不住，就像升级了，又升级了，也快特别慢了，录时间升级了37。好，给你们唱一首什么歌呀？给你们，我先带个特效吧，带个特效哈。好的。你想听什么歌呀？想听欢快一点的，给你们唱一首那个伤心的酒吧好不好呀？那首歌现在热整国庆呀，这是什么？要带丑的吗？换一个呗，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搞是在搞怪里面是吗？哦，好，可以，带个这个，算，带个这个。左手一只鸡，我带哪个？带个红孩儿，这个够丑。我是这是带特效玩的，我这是，带这个好不好？可以。我实在都不知道带啥歌，我不知道带哪个，我不知道带哪个。来，给你们唱首《伤心的酒吧》。等一下，稍等，我画。大家公屏上扣播666吧，家人们。扣播六六六。霸气，你们家太厉害了啊！伤心的酒吧。主要是你们厉害，我们是对手强，我们则强。啊、哦，遇强则强是吧？遇强则强。不能拉低你们家的 GTT。你等一下啊，就这样吧。我要找个伴奏的，找不到，怎么被这个卡挡住了？啊，在这里啊。喂，可以啊。你下面还有一只鸭子哎，是不是？色度缓缓，风吹了我头发。街边的人唱着幸福情话，勾起心底的伤疤。窗外的雨滴答，我的心乱如麻。心爱的人到底去哪呢？问天问地无人回答。走在这伤心的桥边，这有点唱的不太好啊。没有，很喜庆，很好听。哎呀，我咋打个 PK 还生了个儿子出来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影响你那个，我去带儿子去了哈。好，可以吧？弹半段吧，弹半段啊，你啊可以啊，那行，你弹吧。好，我这个是小鸡还是小鸭呀？这个它是小兔子啊，小兔子吧。哦，这鸭子怎么？伤心酒吧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我们抢一下福袋，家人们，
辛苦大家了，我们点点赞。下午还是上午？我比较佛系那种。哦，好，跟我。